OK， 为什么他叫得到我好友啊？哎，不要吵，那还有，好，哎，其实我很像发现《鬼灭之刃》很早就有了耶，是五月多吗？就是他《鬼灭之刃》的合作角色啊。其实我玩到有点生气，我想要直接叫角色了，因为我想说，也叫，哎呀，哇，叫你喝 Q，我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我觉得标题要下得太公网哦，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，《封神演义》有人看过吗？蛮可爱的，我对五月潮比较兴趣。哎，对对对，那个什么。大贵族也很帅，柯宇轩大贵族的呀，虽然大贵族的角色不多，我把腿卷起来，要不要让他上阵一下？这个嘛，我想先看一下我现在的角色是怎么样你这标题先下刚才那一只，然后，可是我现在没有六星的，我这样不是猎人呢，这是猎人呢 春野樱，先把这银魂登起来好啊，What？我说大家喜欢看我玩什么啊？竞技场吗？我待会又白说。哎呀，我要大贵族，可不可以先大贵族？然后那个什么，我记得光明好像最近还有那什么光明之战吗？啊，光之战记，光之里面角色也很帅。他等于是把那个里面的角色都给他 Q 版化的一个手游，就跟赖绿姐很像啊。赖绿姐也是跟很多东西合作，然后都把 都把他角色 Q 版化，就是都变成可爱小人物的对啊。可是那个脸，他角色的脸是仿得出来，就是做得出来。大笨牛。今天这是什么？又白说，我就知道。好，今天就玩到这里了啊，然后呢，先这样子喽。这边可以领取一下报酬。不要想要赶快把 PVP 给你们看。
嗯。